刚吃了药，刚吃了又吃，人都吃无了。上一把是王下七无寒，这一把是四皇是吧？牛逼！老海贼王了都是。呀，好晚呀，这个牌好晚呀。呀，不能每一把都三级地吧，地不到就退了，感觉也太过分了吧。地吗？呀，我三级地的，只要地不到，我肯定就退了，我不可能闲置地的。哎呀，地了地了。呀，三级地太难了，你就只地福娃天选，你玩十把你都不一定地得到，没意义，没意义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意义，浪费时间。没打狼之前退他们没钱是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片总。
我是抱歉人。那要打完狼他们才有钱是吧？我的。我操，只有一个，这个人厉害呀，手速快呀。一个这是什么呀？海贼王。海贼王。我操。没有，那个是脚本片种，那个不是我们直播间来排我们的片种，那个必是脚本挂机的那种。亚维恩乌兹冲了，亚乌兹冲了，乌兹冲了，攻速维恩爆了个锤石，这他妈不冲乌兹。铁物资了呀，亚阳刀，这不物资兄弟们。正在觅食，这不物资。吴亦凡。这版本我感觉绝对没有物资厉害。不管是用爪还是用毛，这把就物资了。这把物资不吃鸡，我直播间磕7个响头。这把就玩物资了，这把物资如果不吃鸡，我直播间磕7个响头。呀，这个蜘蛛拿的打工是无敌的，但是不拿，我们要天选物资。4级3级啊，区别没那么大的。说实话，我刚刚的话有点草率，我一张物资都没有嫖到。福娃吧，福娃就不磕头了，好吧？就也有可能玩福娃的，如果玩福娃就不磕头了。福娃这个也可以合的，无所谓的，也有可能福娃的。就如果我玩物资的话就磕头嘛，如果不玩物资玩福娃的话就不磕头，好吧。
完了，连胜没了。啊，你以一敌二吗？啊，你以为你很牛逼吗？完了，他好像他先飙出来，我炸了呀！我已经炸开了。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这把养金克斯，这个利息怎么吃呢？塔姆不追三亚，肯定豹女卖一只，好吧。因为这把我们是拉人口的，我们是拉人口速七的，七了之后第一波低点小质量牌就直接升八了。这把福星射手，我们是速七的，速七之后稍微低一点牌能够打，就直接速八了，最好是速八，因为八人口才能上六福星，六福星四神射。在速八的情况下，速七速八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应该不太好，就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拿到，那个三星符王，除非消耗寿命。速八香呀，兄弟们，速八你速八才有可能玩的爽呀。你在低人口慢慢的低，那个才叫，我觉得那个才叫狗分局，那个才是狗分局。速攀人口，我们不提质量，这个才是最香的。再报两块钱，这两个一起滚。怎么了？
正在觅食。电刀不给，电刀不给。这个是青龙刀，这个是巨人杀手。这波赢了拿鲁鲁，这波输了啊。其实这些牌都没有必要拿。升六嫖张金克斯，然后上四神社。我们升六嫖张金克斯上四神社，这波 F 一下，下回合好嫖三星卡。物资要不了，物资不能拿，这怎么搞？这上个啥呀？我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反正他妈连败了，无所谓了，速七速七速七。不用打工呀，我们不打工，不用打工，我们现在就输吧，我们输到七人口，我们马上就升七了，我们这把经济好，不打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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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那个四神社你是要为人的，我四神社是要为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呀，为什么我这么多都打得过他呀？我接受不了他。呀，太垃圾了呀！这个逼，五人口三十块，然后还打不过我。哎，你好啊！拿个海明打工嘛，那就。呀，这个人太离谱了。不用上猎人呀，输赢都能接受的。我们输赢都能接受的，这把。我是怎么死的？呀，迎娶见暴君，太离谱了呀！太离谱了呀！得到解脱。和巨杀还是和他妈的青龙刀呢？我有点纠结。青龙刀吧，金克斯就无敌了。哇，吃了吃了！我宣布这把已经吃了。我看一下五福临门猪妹哦，六福
呀，蛇女忘记拿了。稍微递一下，稍微递一下，提点质量。升八，升八，升八！时间到喽！太香了，太香了！还有他妈这种挂机的给我杀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巴适了。这个局势想不想玩？你们想不想玩？想不想玩啊？啊啊！太舒服了，85点血，六福星还能赢，我去！啊，太开心了！这个装备就有点日瓦了呀，哎呀，这个他妈的留着留着，反正六福星会乱爆装备的，留着留着。分裂弓不能给金克斯，金克斯不可能要分裂弓的，不可能要分裂弓的呀。分裂弓没有防装呀，他肯定要一件防装的，水银或者金戈。现在输是很正常的，我们质量太弱了。高分局的金克斯，如果高分局你玩金克斯的话，三件标配装备是水银、羊刀加这个速疾之矛。因为金克斯当羊刀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它是无限晕的，无限晕。无所谓，我们这把经济好，我们肯定后面是能赢的。要来个进，游戏时间到了，加速跑啊，很烦，没有劲。蛇女没用，蛇女没用，蛇女也是，蛇女也是两叶幽，蛇女跟这个一样两叶幽，这个还有两重装，这个好一点，蛇女没用。
哪来的六福星六色？六福星六色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游戏没有六福星六色。 不是进他妈这么难地吗？进有这么难地吗？呀，老子不要进，不要他妈四神兽是吧？挂个二星台椅。 不要了，题目滚了！哎，操他妈，他又来！哎，他妈的就很烦！哎，操了！上九，就这个中路上九。 就挂个二星卡椅嘛，就两神社金克斯来当输出嘛，然后等会来个猪妹把猪妹的装备直接给卡椅，来个红凯，感觉比四神社强。进不能换维恩啊，进不换维恩的，进不能换维恩，维恩是两叶优加两重装呀，有两叶优加两重装呀。 不要紧，红卡。这把猪妹的装备是可以给凯隐的，龙牙反甲加他妈一个正义之心或者科技枪的凯隐，太变态了。你好啊，爱人。 加一个科技枪，加他妈的蓝 buff， 怎么说？蓝 buff 肯必给。然后呢，科技枪？你不要，你都红凯了，开科技枪？那科技枪没用，春哥。 我觉得蓝 buff 龙牙反甲吧，直接无敌呀！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 对，就龙牙反甲，这个等会儿给这个逼的话，然后这个逼再给他个狂徒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这浮夸送的超火啊，谢谢。哇、哦、三星杰倒下了倒下了。喂操，这就是凯隐吗？我操，喂操，哎操他妈，凯隐被拿了，好烦。没了，你妈第一名你还想拿？怎么拿嘛？拿个射线吧，拿个射线。兄弟们，说实话，我六福星不想下，好吧？我是真不想下六福星，他们血还多，真不想下六福星。真不想下六福星。不需要上呀，你把他们拿什么跟我打呀？他们怎么跟我 PK 呀？几乎没挨到我嘛。拿什么跟我 PK 呀？先这样呀，我保证我稳赢呀。你好，爱人。不需要呀，我这个凯隐现在，我这个凯隐现在打一百个。我这凯隐他妈打一百个，我他妈就不会输。不要金克斯，不要金克斯，等会儿全卖了，等会儿全部卖了。看能不能再搞个妮可，感觉这把打完，这把打完不要了，这把打完卖了。不要不要，猪猪金克斯都不要了，等会儿福星卖了。你们不是想看三星那个啥吗？想看三星凯隐吗？这把给你们搞三星凯隐的。有一个妮可，有点机会，好吧？有一个妮可，说实话，有那么一点点机会。
啊，机子太慢了吧？买一块。我卖了，我再不卖，他们顶不住了。这样就。 先来个凯隐吧。我想双三。选秀来个万豪，好吧，选秀来个万豪。没有了。那就不要了，啊，就他一个了。这咋办呀？一次挑战呀，装备满了卖不掉，不能看单挑。朝阳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。呀哟！